再去过，我就是电来电，再来看一次。他觉得那么多年的路，我会真的也没有，也就是要长远，不可能走到公司怎么进到公司，怎么空降，甚至有人说他是有把一群楼层空心才。其实这个一路走来，我讲过的话都有记录哈。那只要仔细看，我讲的话都非常的一致。我们要的是一个好的、有建设性的跟中国的关系，但是我们要脱离过去的这些框架，我们要找一个符合21世纪的我们将来的需要的一个新的这个关系的基础哈。所以我讲的话，都有很详细的解释，那我的态度、我的立场。那如果总统看不懂，那请他再看一遍。好，如果国民党不知道、不清楚，请他们再仔细看看，不要让大家觉得说他们觉得只要我们的政策跟他不一样，就是不对的政策，这是一个不好的态度。有时候也应该要向对手学习，不是吗？再一点就是说，这些